李长春十分关心一线新闻工作者，对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、坚守岗位的职业精神表示高度赞许。李长春饱含深情地对中央和地方新闻工作者说，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日日夜夜里，奋战在第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，及时准确、全面生动地报道了抗震救灾情况。哪里有困难，哪里有险情，哪里就有你们的身影。实践证明，你们不愧是一支政治强、业务精、纪律严、作风硬、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。他强调，当前抗震救灾正处于关键阶段，广大新闻工作者要发扬不怕困难、连续奋战的作风，坚持团结、稳定鼓劲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，坚持及时准确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深入实际、深入生活、深入群众，不断增强抗震救灾宣传报道的针对性、时效性和吸引力、感染力，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他叮嘱一线新闻工作者要保重身体、注意安全、保持旺盛的战斗。